怎妮娜从没收过红盒子，收戒指感动哭。哇，哪来的这枚背影几霸婚？这面也是几霸婚啦，请问这位真妹平时都怎么穿搭呢？其实我每天都会戴饰品，就是耳环是绝对绝对必备的。我有一种病，就是我看到耳洞有两个，耳朵上有两个洞却没有穿耳环的时候，我就会浑身不舒服。当然手上也要 bling bling 的啊，这是 Hebe 送我的生日礼物啦。我在打开的时候，我就眼睛就眼眶就红，我都大哭这样。我自己其实真的是没有收过任何一个人送过我红色盒子，我就眼睛就充满泪水。姐妹感情无价，被她形容颜色像猪肝的喜欢香奈儿包包里也藏有情比金坚姐妹情。我是一个还蛮怕热的，我就身体散热比较不好，所以我随身就会带这个。这个是什么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味道，小一。我好皮哦，扇子去一的歌迷做的。捂着这枚钱包整不整齐呢？还算整齐啦哈，因为其实我在结账的时候都会有一点夸张，我就会这样整叠拿出来，然后比如今天我要付钱，我就会这样举一下现金。这个就是我的名人搜身，那希望大家满意。满意什么？时尚动新闻，千万不要被快转，一定会被快转啦，太长了。姐妹不会被快转哟，报道。